尊堂永，天主，我们在你的圣殿里想念着你的慈爱。天主，你的圣名远达地极，你以正义统治大地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让我哋诚心忏悔，准备进入弥撒圣祭。我向全能的天主和各位兄弟姊妹承认我在思言行为上的过失，我罪，我罪，我的重罪。为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、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兄弟姊妹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上主求你垂怜。基督求你垂怜。上主求你垂怜。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藉圣子的谦卑自下，拯救了陷于死亡的人类。求你帮助我们摆脱罪恶的奴役，恩赐我们天主子女的自由和永恒生命的喜乐。因你的圣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攻读欧塞亚先知书。上主说：以色列，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吧，因为你跌倒了，是因了你的罪孽。准备你们的话，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，对他说：求你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，使我们重获幸福，叫我们好给你献上我们嘴唇的佳果。阿述不能拯救我们，我们也不再骑坐埃及的马，我们也绝不对我们的双手的作品说：你是我们的天主。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才得到怜恤。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，我要从心里痛爱他们，因为我的怒气已远离了他们。我对以色列将如甘露，他将开花如百合，扎根如白杨。他的枝条必要茂盛，他的秀丽就如橄榄树，他的芬芳就如黎巴嫩的馨香。他们必将归来，坐在我的庇荫下。他们必将繁殖有如五谷，枝生有如葡萄，他的声誉将如黎巴嫩的美酒。阿弗勒恩与偶像还有什么关系？是我磨烂了他，我也要复由他。我如一棵翠绿的松树，由于我，他才结出了果实。谁明智就会明了，谁聪敏就会领悟。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，义人在上面畅行，恶人反在上面跌倒。上主的话，感谢天主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天主，求你按照你的仁慈怜悯我，依你丰厚的慈爱消灭我的罪恶。求你把我的过犯洗尽，求你把我的罪恶除净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你既然喜爱那出自内心的诚实，求在我心的深处教我认识智慧。求你以牛虱草洒我，使我皎洁，求你洗涤我，使我比雪还要白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天主，求你给我再造一颗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重获坚固的精神。求你不要从你的面前把我抛弃，不要从我身上将你的圣神收回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求你使我重获你救恩的喜乐，
求你以慷慨的精神来扶持我。我主，求你开启我的口唇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上主，我要亲口宣扬你的光荣。Alleluia, Alleluia。 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时，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，也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。 Alleluia。 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，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看，我派遣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中，所以你们要机警如同蛇，唇扑如同鸽子。你们要提防世人，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义会，要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，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带到总督和君王前，对他们和外邦人作证。当人把你们交出时，你们不要思虑怎么说或说什么，因为在那时刻自会赐给你们应说什么。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，而是你们父的圣神在你们内说话。弟兄要将弟兄，父亲要将儿子置于死地，儿女也要起来反对父母，要将他们害死。你们为了我的名字要为众人所恼恨，唯独坚持到底的才可得救。但是几时人们在这城迫害你们，你们就逃往另一城去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直到人子来到时，你们还未走完以色列的城邑。上主的福音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昨天我们庆祝完这个中华殉道圣人都讲过有关迫害，就是我们见证真理就必然会有迫害。所以今天的福音都有讲及这件事。福音里面这个福音，我就是想提一句说话，说要唇扑如同鸽子，但要聪敏灵活如蛇。那讲什么呢？这里很多时候都会觉得真的很矛盾，两件事，蛇和鸽子怎样去捞得埋呢？就是说我们一定是想着不同的东西，两方面不同的东西。唇与鸽子其实我们是明白的，我们要唇与鸽子，就是说对天主的意志，对福音的威力呢，我们要自信不疑。但福音的威力呢，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，很多时候以为福音呢是要在现世呢达到令到人不会再犯罪。因为问题就是这样，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由要选择，就算福音呢都不会令到人呢 不再自由选择。一天有自由的选择呢，一天呢都有机会有人会犯罪。咁呢个唔系天主个计划，唔系咁样，唔系能够去逼使所有人唔犯罪，唔可能嗰啲嘢。但系我哋要依次去就系咩？福音咧，最终啊，好神奇一样嘢，唔系令到正啊可以胜善咧，唔系令到善可以制胜恶喎。即系唔系至少唔系硬控硬拼咁样可以打赢咗恶啊。耶稣嚟都冇用佢嘅势力咧，令到邪恶唔发生。耶稣嚟点啊？系就算喺最邪恶、最黑暗、最痛苦当中咧，佢信靠咗天父。善点样能够制恶啊？唔系用同一种方法啊。恶点样去打败善啊？恶嘅打败善咧，就用恐吓咧，用暴力啊，用侵犯、用杀害、用折磨去侵犯呢个善。所以善咧唔系用武力，唔系用暴力，唔系用侵犯嘅方法，唔系用攻击嘅方法咧。打赢了恶的。善是怎样打赢恶？善是坚持到底，今天都有讲了，坚持到底。然后恶呢，原来恶是自毁的。
耶稣亦都系一样，佢坚持到底，恶自毁，死亡容纳唔到佢自毁，邪恶敌对唔到佢，敌对唔到佢嘅宽恕，所以证实咗宽恕系比罪高出无限倍，可以赢得到人甘愿去转变方向。恶暴力邪恶系做唔到呢样嘢，唯有善宽恕了解，默默追随天主，服从至死呢样嘢咧，正激发起人内心仍然隐藏咗，可能遗忘咗，但系隐藏咗嗰份嘅善心，而推动人去改变方向。其余嘅都系假象，其余嘅都系逼出嚟，系唔系由衷？所以纯元甲子就系相信呢样嘢。虽然世界好似完全冇改变啊，好多时候我哋去支持呢、这个譬如 pro-life 啊，即系支持生命啊，为改变堕胎嘅法律啊，去游行啊，去抗议啊，或者系一啲任何嘅为社会公义啊、社会公益啊，为被歧视人士啊而站出嚟咧嘅时候咧，我哋都会发觉好似冇用咁嘅。但我要相信咧，就系我哋以福音嘅方法去继续咧，恶系会自毁嘅。几时啊？这个是次要的。我们不是要个系统一下间毁灭，是要当中的人或者含糊不清的人，或者未愿意站出来的人，或者未有立场的人呢，要激发他们的良心。因为人不选择 你改变一个系统没用的。因为犯错的不是系统，犯错的是人嘛。顺住甲子，我们相信福音十字架佢嘅威力系可以引导人心嘅。咁点解灵活如蛇啊？灵活如蛇就系话，我哋始终要去与俗世上嘅，去丢俗世嘅嘢，要同周旋啊，有啲嘢。有时我哋知道有天主咧，都唔可以愚蠢嘅。对抗魔鬼，我哋要知道魔鬼系啲咩嘢，佢用啲咩计策，佢嘅诡计系点样嘅。即是魔鬼，我们要知道他们魔鬼其实伤害不到我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天主的仔女。你可以依次天主，我不用怕他。但不是代表我走埋去那里被他伤害。有些作者曾经描绘过，都挺正确的，这个神学上非常正确的，就是魔鬼是什么？一只很恶搞的，一只凶猛的狗。但是这只狗是什么？是锁住了，绑起了的。绑在一条柱那里。佢嘅聲音係吠起上嚟，好多人驚嘅。你唔知佢俾佢綁起咗咧，你會俾佢影響到嘅，你會驚到做唔到你應該做嘅嘢。但你知道佢俾佢綁住咗咧，你有呢個智慧咧，你知道明白咗咧，你知道佢做唔到啲咩，你唔好行埋去，佢做唔到啲乜嘢。但你唔好愚蠢到行埋去俾佢傷害啊嘛。咩意思啊？即係遇到種種嘅風浪咧。种种的攻击，种种的迫害，我们知道它伤害不到个灵魂的。伤害不到个灵魂。但是你不要以为自己是万能。你不要忘记了你需要天主。你不要踩入去他的范畴那里，你不要走去开始去想他邪恶那些东西，想得太多。你不要因为他这样开始去想自己的私欲偏情。即是你不要堕入了他自己的弱点那里。那你就会反艇。因为他仍然可以渗入到我们，我们如果给位他进入来。同样我们很多世俗的，我们要我们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会遇到很多人，很多人会挑逗我们，攻击我们，同化我们，我们要懂得他怎样用我们的智慧聪明，怎样去，我们就算复传跟不同人讲话，都要用不同的方法讲话，要灵活如蛇。咁另外亦都有啲聖祖就係話咩啊？靈活如蛇，蛇點啊？蛇係願意蛇嘅靈活咧，就係好識得去保護自己個眾嗰啲嗰個頭啊！佢尾啊，其他地方咧佢可以唔保護，但係佢一定識得保護個頭。意思就話我哋無論點樣迫害都咧，我哋唔會冇咗我哋嗰個核心信仰。我哋可以迎合好多嘢都好，但係我哋嘅核心信仰唔可以改變，唔可以淡化，唔可以。唔可以将就，核心信仰系唔可以将就，
唔应该做嘅嘢系继续唔应该做，唔可以用嚟做权宜嘅，有好多其他嘢可以，有好多其他嘢可以。但系譬如话，星期日要去弥撒，星期日系要去弥撒嘅，啊，冇得将就嘅，系嘛？即系如果可以要求嘅空间，我哋一定要要求嘅。如果有得拣嘅地方，我哋应该争取嘅。啊，唔可以俾人话拱咗我哋一个位就系我哋星期日要工作就一定要工作，唔必要嘅呢样嘢。我哋要争取有啲啊，我哋嘅祈祷啊，我哋嘅道德生活啊，唔可以因为人哋点样我哋就认同嘅，唔可以人哋潮流系点我哋就跟随嘅，有啲人唔改得嘅，因为呢嘢系伤害天主，伤害我哋自己，伤我哋同天主嘅关系，伤我哋同人嘅关系，伤害咗我哋信仰嘅完整啊。咁呢个我哋系要保留，其余嘅我哋点样同唔同嘅人讲乜嘢，令到佢哋能够可以觉得系安全。可以同佢有一個trusted relationship， 有信任嘅關係咧，我哋要可以用好多嘅方法，我哋要學習好多呢家嘅唔同嘅我哋身邊嘅人，佢哋嘅嗜好佢哋嘅習慣嘅嘢，我哋要知少少嚇，唔多唔少要知好多世俗嘅嘢，正可以同人哋可以傾到偈，而傾到偈正可以睇住一個空間，正有復存嘅空間，所以你要靈活嘅空間，但係我哋唔係出賣我哋嘅信仰啊，所以我哋要純朴啊，內心深處係捉實耶穌。復傳的時候，我們要明白到對方的喜好的空間，他們的生活的空間，他們的真實美的空間，而在這個應付應變當中，要保持著我們時常依靠天主。這個就是可以怎樣可以作為一個跟隨基督徒有效的一個橋梁，可以將明白到接觸到人在關係之中，將他們的需要帶到天主那裡，而同時仍然保持著一個先知，將天主的說話，每天我們在純真純朴之中依靠天主聽到的說話，可以用對方明白的說話傳出去，這個就是我們不斷要去成長，要鍛鍊，要祈求啊，天主聖神給我這個智慧，這個不單止是我們要嘗試去聆聽去學，但是最終其實有如福音今天說，不用擔心我們說什麼，要求聖神，聖神給我去了解我接触的人，给我这个灵活的能力，给我这个保存我信仰的空间，依恃住耶稣的，你给我适当的说话，告诉我知几时是好的时刻，我愿意做你的临在的延续，感谢天主。让我们献上土星，我哋为教会同埋我哋所有嘅教会中嘅弟兄姊妹祈祷，让我哋日复一日更加依似基督，喺与基督嘅关系里边，时常保持一个纯真嘅关系、依似嘅关系、信任嘅关系。让我哋亦都时常呼求圣神去懂得去聆听我哋身边嘅人，懂得去亦都同佢哋建立信任嘅关系，因而喺当中能够可以有效地。向我们见证福音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所有受迫害的基督徒，愿主赐予他们坚忍内心，愿主赐予他们耶稣基督的临在，他那份给他们的毅力，能够可以在困苦之中继续见证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所有仲未容许基督徒自由地去活出佢哋嘅信仰嘅国家祈祷，求主改变民族嘅心、文化嘅心、领袖嘅心、极端分子嘅心、狭窄思想嘅心、自以为是嘅心，俾佢哋知道真福嘅天主嘅福音、天主嘅真福咧，并唔系去侵犯佢哋，而系释放佢哋。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为今天仍然在疫症下受苦的弟兄姊妹，在病床上今天临终的服务前线人病者的前线人士，在任何疫症爆发得严重的地方，在恐惧底下，在经济上受创，失业，没了他们的生意，种种在惶恐之中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同声祈祷，求主俯听我们，
天父，求你收纳我哋嘅土星，助佑我哋去懂得顺如鸽子，灵活如蛇，咁跟随你，广传你嘅福音。以上所求系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阿们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食粮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大地和人力劳苦的果实麦面饼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。上主万有的天主，你赐给我们饮品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将葡萄树和人力劳苦的果实葡萄酒呈现给你，使成为我们的精神饮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请大家祈祷，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们和你，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。上主，愿我们向你献上的礼品净化我们，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照似基督，日渐迈向天国的生活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，阿们。愿主与你们同在，请举心向上，请颂感谢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主圣父，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，实在是理所当然的，并能使人得救。藉着我们的主基督，以仁爱创造了人类，以慈悲救赎了该罚的万民。尊威的天主、天使以及天上神圣，藉着基督赞美你、钦崇你、敬畏你、欢跃庆贺你，求你恩准我们也和他们谦恭地同声赞颂。圣圣圣，上主万有的主，你的光荣充满天地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，欢呼之声响彻云霄。上主，你实在是神圣的，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，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品，使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。他甘愿舍身受难时，拿起面饼感谢了，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吃，这就是我的身体，将为你们而牺牲。晚餐后，他同样拿起杯来，又感谢了，交给他的门徒说，你们大家拿去喝，这一杯就是我的血，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，将为你们和众人倾流，以赦免罪恶。你们要这样做，来纪念我。信德的奥迹，记得我们传报你的圣死，我们歌颂你的复活，我们期待你光荣地来临。上主，所以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，向你奉献生命之粮、救恩之杯，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。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在分享基督圣体圣血之后，并因圣神合而为一。上主，求你垂念普世的教会，我们的教宗方济各，我们的主教多默，辅助他的主教，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。求你垂念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，并求你垂念所有去世的人，使他们享见你圣容的光辉。求你垂念我们众人，使我们得与天主之母同贞荣福玛利亚、他的正配圣约瑟、
诸圣中徒以及历代孝爱你的全体圣人共享永生，并求你使我们藉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、显扬你。藉着基督，皆同基督，在基督内，一切崇敬和荣耀归于你，全能的天主圣父，及与你同体的圣神，世世无穷。阿们。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，又承受他的教导，才敢说：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。上主，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，因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。更求你大发慈悲，保佑我们脱免罪恶，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，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。天下万国普世权威，一切荣耀永归于你。主耶稣基督，你曾对中徒们说：我将平安留给你们，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。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，但看你教会的信德，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。你是天主，永生永王。阿们。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。请大家互祝平安。请看天主的羔羊，请看除免世罪者，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。主，我担不起你到我心里来，只要你说一句话，我的灵魂就会痊愈。领主荣，请你们体验，请你们细察，上主是何等甘义，投奔他的人真是有福。
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我们领受了你丰厚的恩宠，求你赏赐我们常能体验你的救恩，并在生活中不断赞美你。因主耶稣基督之名，求你俯听我们的祈祷。阿们。神领圣体经，我的耶稣，我真心全信你在圣体圣事内，我爱你超过一切，我渴望领你到我的心中。既然我现在不能实领你，请赏我至少神领你的恩典吧。我拥抱你，完全与你结合，像你实在到了我的心中一样，别让我再与你分离吧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全能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弥撒礼成，感谢天主。咁神父咧，跟住咧几日咧就会入秘境嘅，咁所以咧就星期六至到星期三的弥撒呢就不会录了，希望大家可以有机会在其他地方找到弥撒，如果可以去到圣堂直接去弥撒就最好了。星期四我们会再见。向圣尼亚尔总领天使祷问，圣尼亚尔总领天使在战争的日子里保卫我们，免我们陷入魔鬼邪恶的阴谋和奸诈的陷阱中，我们谦卑地祈求，但愿上主谴责他。上天万军的统帅，求你因上主的威能，把徘徊人间、引诱人灵、使其丧亡的撒旦及其他邪灵抛下地狱里去。阿们。我哋依家念慈悲串经。继续为这个疫症的尽快的结束啦。世界上仍有很多地方是失控，特别是一些贫困的国家啦，还有美国啦，很多地方都越来越发严重啦。希望天主可以尽快亦都帮人民呢去在隔离方面啊，在减少这个接触方面可以帮助到去减轻这个传播，也都尽快找到疫苗。我们为过往一天因为这个疫症而病倒死亡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要临终的弟兄姊妹，希望天主可以准备他们的灵魂，带到他们去一个依似天主的地方，让他慈悲去洗净他们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。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凶恶，阿们。万福玛利亚，你充满圣宠，主与你同在，你在妇女中受赞颂，你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。天主圣母玛利亚，求你现在和我们临终时为我们罪人祈求天主，阿们。我信全能的天主父，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他的唯一圣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因圣神降临，由童贞玛利亚诞生，就搬着比拉多时蒙难，他被钉十字架，死而埋葬，他下降阴府，第三日从死者中复活，他升了天，坐在全能天主父的右边，他要从那里降来审判生者死者。我信圣神圣而公教会，诸圣的相通，罪恶的赦免，肉身的复活，永恒的生命，阿们。永生之父，阿爸，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
因他的子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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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子悲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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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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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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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永生之父，我把你至爱之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灵魂及天主圣奉献给你，以赔补我们及普世的罪过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求你垂怜我们及普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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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因他的自卑惨苦难，
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，因他的自卑斩苦难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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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，至圣天主至圣强而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。至圣天主，至圣强有力者，至圣长存者，求你垂怜我们及保释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主耶稣慈悲的君王，我信赖你。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